来第一个，哦，好多鱼啊，好多小鱼仔啊。第一竿沉个十来米吧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啊，然后快抽中啊，第一竿就中了。吸引了咯，哇哦，跑了跑了，钩子没问题啊，走吧，妈，第一条都跑，第二杆继续抽水面。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般数一下嘛，一米一秒一米这样子吧，然后整个十来秒啊就差不多了，水面的话。哦，没位置打了喂。不管，哦，后面的队友也上来了，这一杆就开始沉深一点了，因为过来抽了一两条，那个鱼的警觉会高。哦，今天风浪好大，喂，追过来没咬中，啊、哦。沉个二十米，哎中，哇，哦，这条有点分量，信信信信，搭脚，边个条线？差点给队友的线搭住了，哎，我下来公园，上去吧，上去。那个烟简直就是，那个力道好猛，不用啊，开始撑个十来秒就可以了，后面就开始撑，哇、哦老陈，只有钓过烟姐的人才知道。啊，来了！喂，哇！哎呀，有位啊！哥，那个拉力太猛了。